大家好，我是奥坦萨酒庄的市场及公关部经理尼瑞古萨曼，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这儿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产品。由于我们是一家致力于珍藏级产品酿造的酒庄，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王牌产品卡皮多索。这款酒是我们特别为您的日常生活所酿造，由100%天帕尼油经过12个月法式新橡木桶陈酿而成。色泽明亮，带石榴红色以及一丝樱桃红，十分新鲜，苦味浓郁。而橡木的香味在靠近酒杯时愈发明显，水果香味浓郁，尤其体现草莓香味，带有一丝香醋的一丝鲜味，有法式橡木桶特别的橡木香味，特别的水果香味，酒体十分优雅，入口柔顺。我们推荐每日饮用，同蔬菜及本地特色食物如炖菜搭配，在14或者15度饮用最佳。这款酒我推荐每日饮用，人人都应该在家备上一瓶，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。